从这个开始数。这样可能没办法马上哦。7:20之前13分。7:20是半个小时，来看一下时间。啊？要7点。那你要赖？那我下一次要怎么跟你？那边桌子上有个赖的 QR 来找我，好不好？我要7点半。好，可以。因为我刚好在学。时间会做好，然后你我7点半以前一定要来，我的意思是这样。谢谢啊。好，谢谢。这杂粮的啊，为什么我都先要放一会的客人都点弄了，因为它比较不会放一段时间比较不会长，可是它这个放一段时间它就变脆了，就变得会变冷哦。对，所以我建议说，如果你有买这个的话，建议尽快吃。